今天在新庄呢，没有让这些这个球迷空等，所以最终能够看到比赛啊，从这些球迷朋友在大荧幕上的表情呢，都这个镜头跳到这，我就很难讲下去了。对呀，镜头照到都不知道，还继续玩手机啊，当低头族丢嘛，这种武器丢，点位都来啊，哦，所以还是好不好？手机是等着说你的亲朋好友。你今天哦，不止讲球赛精彩，连球那个观众席也很精彩。今年球赛那个看台已经变重点。